我从懂事的时候呢，阿根哈在小的时候，懂事我懂事比较早。6岁的时候，我开始放牛。以前在文化大革命，我家放的那个是集体哈，我放了一条是一条大大的那种黄骨牛，没得啊，给啥子呢？没得啊，给啥子放这条牛呢？我就是分到我家来放，做大黄牛过越长牛鸡哈。每次我拿一次草。 任何人都骑不到它哇，骑不上百万六百哇。只有啊，有次我把它放在坎坎上，绳子憋到起，绳子憋到起，那鼓到跳跳上去。一跳上去呢，这牛呢在晃晃晃的平跑呢，跑呢我鼓到驾驶啊，拴我那像套马那种绳子呢拉到起，拉到起呢好，它不敢动啊，慢慢的毕竟我驯服了嘛。我走过这大街的时候哈，那牛走大街。 个个呢，一逛啊，这大人啊，一逛啊，都是鱼一样。因为小娃娃才6岁嘛，啊，但是我这条牛真的搞得动的，啊，骑得上啊，没任何人骑得上啊。 这是好久之前画的。20多年前，这是零零后比较经典的蒙娜丽莎这幅蒙娜丽莎没有那个法国那个罗浮宫那幅出名，但是这幅才是真正的真作。这幅，这幅，嗯，主要是我跟我一个朋友画的，现在还摆在他家，嗯，这幅画20多年画的，我画都画多了，我这获得了国家的那个美协，各方面等等啊那些好多成熟啊那些，现在我全部丢掉。以前找到以后找到钱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才能继续开始画画。我的想法是这样，这社会是这样是吧？你这个东西没有，你稳定不下来，是不是？你要想专心画画。 画油画，那个一个月你没有3000-5000块钱的这个买颜料啊，等等这些材料来铺垫，搞不下的，你也做不下。有时候画一幅画，甚至半年一年，画好的呀，精品啊。
哦，那天天在这里坐8个小时，我原来我在垦岭，我给他们画一幅画，整整的半年时间，那个牡丹图专门画油画的，细节太多了。但是那一幅画摆起来，就像这一面墙一样的，漂亮得很。哦，那个不得了的。所以我以前我是大专读了1年多，大专的就是美术系啊，以前大专的美术系。秦东呢，以前是师范啊，他是大专，啊，有美术系，我读了1年多一点，我就辍学了，不想读了，出来做生意。出来做生意呢，就跳得很，因为跟他们打架，认为自己有能耐嘛。以前我跑石狮，石狮就福建石狮，还是一个小镇，在晋江嘛啊，是一个小镇。86年我开始跑的，87年才。进一个，县级市，直接从一个镇进成市。我在那边跑，那个1个月赚多少？在80年代末那个时候啊，一年我要找多少呢？最少几十万块钱。那个时代还说提成是万元户。我进货进得好啊，比如走私的烟哈，走私的烟我在那里要。2.2块，拿到这边来卖6块，5毛钱呢，这个食宿费嘛，啊，吃住行嘛，5毛钱一包烟纸，最多拿5毛钱就够了。你想要赚多少？赚3、4块钱，那个我是一件一件的哦，大箱大箱的拿过来，几十箱几十箱，和其他的布匹啊。其他的服装啊，等等，那个时候赚钱的很，干什么都赚钱。我看椅子打，还有拆那个小料子，我想着这打哈。搞得几年之后，感觉反正呢，进入差不多2000年了呀。2000年我感觉反正呢，不大对呀，还是没卖那样子呢，搞得其他呢。我觉得衣服呢，搞加工，因为我懂这书画哈，都搞这种跳幅印刷，就是那种猛烈吧，对联嘛。我觉得搞对联，对贵搞对联是批发不走，渠道不开关，亏啊，都亏啊，亏光子呢20多万。好，我们想搞啊。没想搞，我给他们搞视频啊，一路搞视频，啊，视频的没得门路，没好笑啊，哎，视频的啊，虽然讲你皮也好，没好笑，啊，我也搞设计嘛，也给他们搞些视频设计各方面些，我自己设计自己生产，啊，我也请点几个师傅呢，但是呢，活都不好笑，啊，是赚粉粉钱、角角钱的，啊，路我感觉越走越窄啊，有天我也洗澡泡脚嘛，有天我也泡脚。啊，别都样子呢，就啥子呢？你泡个脚，我们按摩就该泡脚哈。泡脚我开门都是拿点干姜啊，是不是啊？拿点干姜啊，各方面丢在里头，啊，都是像泡放的盐水啊些。嘿，我都想到个问题，我讲你们这种泡法不对头，我都想到啥子呢？自己废话说回头呢哈，我想到啥子？我说懂事的时候，我学到我爷爷的药啊，自己发挥正传哈。我爷爷是好久呢？教我的药呢？我爷爷，我长大的时候，我只跟陪伴我爷爷的2年时间，那个过世啊，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了呢。我首先的我来介绍我爷爷哈哈，他为哪会打倒呢？因为他是啥子呢？以前教书呢，我们一个啥子呢？农村的人，他考起师范这样子呢，在倪萍这里教书，啊，是先是历代的时候在这里教书，教书的时候呢，按红军的长征过啥子呢？因啊，因过着礼品了，礼品会议召开的时候，我爷爷在阿刚啊也是礼品，阿刚发动啊在发动人去当兵啊一下，哎，
红军啊，也种族我也是搞讲，听讲搞几股啊也好哈，啊刀枪上直接靠，好，都喊我爷爷参加红军，那个时候是啥呢？说爷爷参加红军呢，实际是一苗裔，专门给他们搞骨伤啊、枪伤啊，行吗？这小爷爷这些几股啊这些刀枪伤，好，我爷爷都参加红军啊，都从那里开始参加红军的，啊参加红军啊，这一直出贵州，在金沙江羌族大渡河这边的时候负伤的，负伤之后啊，当时呢。组织上跟俺这的入党啊哈，入党俺们好多在休息啊，慢慢的样子呢，慢慢的找路回家了啊，走啊将近一年时间嘛，尾随突击啊，个悄悄的样子像当叫花子一样啊，乞丐嘛是吧？悄悄在村那边子，就绕着笔记这边慢慢的找路，才找到座下室。以前没得像这种大路通缉，你知道的，小路啊，甚至是绕些些也是啦，大些大岭岭的，现在大些你绕都绕不进去是吧？啊，才回来到下室。到下市啊，自己在这把的啊，那伤都找得好啊，你背上的找不到红军啊，是吧？好，只有回到下市。我爷爷的时候啊，我在小，在70年代呢，我5、6岁啊，我都得懂事啊。我跟阿哥放牛嘛哈，我不跟你讲的。说爷爷呢，啊，都喊我在学的药各方面那些。阿哥时候呢，都拿点本书啊，自己抄的哈，抄那个笔记本啊，拿给我。后来我保留，我搞打螺啊，下面呢，我看在40这边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上次啊，洪水淹没，百家百家的啊，所以我只学到了呢40%的药，记在我大脑里面，啊，是这样的。所以我爷爷呢，后来啥子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迫害啊，受迫害，到现在是进昨天我们挖药那个地方啊，推南啊有个小镇子，叫周期镇，对吧？周期镇还推的呢，就是现在那个啥子呢？高速内战的，什么呀？啊，那是原来是一个啥子呢？叫大中村。我爷爷下放大的啊，跟有煤在那挖煤了，挖煤要赶个牛车赶死呢，我还记到些啊，所以好多人呢，好多药方在我爷爷啊的啊传给我之后啊，口传身教有部分，所以这些我都是靠看的笔记本，我得到好多好药方。这够劲！太多根不错呀，太多了多，这根不错。做什么是七星的呀？你还叫拿 Q 带嘞？拿 Q 带的是，搞着我水把过力啊。哦。累呗，来休息哈。哦哟，这个难度大哈！啊，我这个大，这个大。哇，哎呦，这还是靠七星难度的嘞！哇，七星难度嘞！哎，说七星难度嘞，七星难度。那开庄的刚才这个这个？那是个金牌真狗。哦，刚才这个只一颗下一星哈，是放的的。哎呦，这个几十斤哦！哎呀，那块真大哦！哦，跟八百那有些，
高大一黑油。那小扁担嘛，这藤子啊都是按的这个特征来讲的。哎呦，这我们先下的，我主要得把火搞啊。你帮我把锄头拿过来哈。我给他吃两天哈，去把我倒了后分了给他提里面再抓进去了偷那个猪。那个去跑。跑十多分钟，那个打火煮开小火煮过，给它水泡啊，二十五分钟，那不许关灯啊。水泡十五分钟也行啊，小火打火煮开啊，打火煮开，打火煮开，小火急煮。二十五分钟，大概我下去的时候出来哈，水的火都会。大火煮好久？待个三十左右。大火要煮多少个？小，大火煮十，煮开，放着呢，放往那里煮哟，放先进带着水的先，先进的水先。大概煮多快过后就开小火煮了。啊、哦。烧火几百个小时啊，放些点水哈。一会儿要些点水啊。一会儿啊，啊，吃完喝完，一会儿加水煮，快吃两天一会儿啊，啊，吃到那一两天，可能基本上吃，可能就松了。一会儿啊。一会儿要些点水哈。嗯。多吃两天。嗯。哦，一会儿要吃两天。两天要加水煮的啊，两天不加水煮的，后面可以煮点的嘛，可以加两次了。你会喝多？水得喝多，多喝多喝的，第一次喝一杯，一杯没点其他反应就多喝啊，两杯先杯就可以了。慢点吃，每天自己慢点吃，行吗？你只要吃两天啊，我管。
还不太烫。你把个红米还没太烫，盖碗没太烫，就是没太烫，我不太来。再搞点点啊。啊，葱啊，不太烫，不太烫，这不太烫，没我汁。再烧点，再烧点，我烧点到这葱汁这里那个高筋菜啊，高筋没有这个舒服。哎，就是差点这个，差点这个。来加火。加菜。够啊，烤完的够啊。可能没太行的。这一句。可能不一定。哎呀，接着来喂！我把火灭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1965年，我就是接初级挖地基，跟厂里头而且要开厂的那个中央厂矿就是来挖地基，我就找到挖地基。好以后我在1965年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叫杨桂江，是个同学，果子大概有1.75米左右，下了只已经。他都有，我是这些跟他
小孩头一个又一个又一个早一点的叫做师傅叫做罗一昌，罗一昌，罗一昌，哎，罗一昌，这个呢，这主要第一个那个是学武，那个是主要学武，但第二个叫杨玉江，这做学药，那个没动武，都学药，我这是从江人，从江的东区。后来他来挖地基，因为我也是挖地基啊，是吧？那个岁也小，我就挖地基。后又碰到认到他以后，我就请他到家里头去拜他为师，就拿公鸡来敬神啊，来杀来敬神。我以后就拜他为师，我以后他带我上山，我人要挖药。第一个到武师叫罗医生。第二个是药师叫杨玉江，到第三个师傅，第三个师傅也是修药的，第三个师傅也是修药的，这个师傅是周清人，叫什么呢？叫这个左之华，左右的左，姓左。这个人呢，治风湿特别好，就是对就专门寻风湿的哈。就是拿石头中风石头，这个就是我跟他学来的，就是拿白石，就是要在这火里头那个白石来熏风石的，这个就是我跟他学来的。说句实话，这一招的时候可能开了底钱，还没找到第二个，现在除了我学他我会搞，还没碰到那个用是现在来说，现在我们不大用了。那个用的了一零零哦，就是这个风湿瘫痪，这也就是脑梗啊，我是个在这学的病。好，这是第二个学药，第三个学药叫做养神，是个地主，是个地主成分。那时候呢，这个老头子专门过去就跟人家烧瓦，瓦匠，过去成瓦匠。耶，大哥，好久都没出看到你哦。我那个你来买这个那个地里面也多了很嘛，这个太老了。那个哪里是种子？种子，那差不多。这个。用药的时候要开花，还不能太老。正在开花的时候，你好。好。这个可以。好嘞。好嘞。这个可以给你们认到吗？这个叫水高粱。这个专门下水的，就是肚子胀了啊这些。这个可以用来做做鸡肺药，因为它消水。你比如湿气太重，它可以，因为湿气就是水分多了，重了，还叫湿气。所以来说，一般的你要看网上也有好多讲厨师，有很多都不懂，他乱搞。厨师实际上就是要消水，要利水。消疫才能出事，没得利水的药就出不了事，所以要好多网上乱吹。那个，这叫水耗子，土名叫水耗子，这个在一些就是人走不到的那个生堂。那个有了这个东西的，这个塘的泥巴特别深，你不能下去以后人都起不来了啊！泥巴很软很深，才长这个。这个咋不对？好，这个以后呢要为什么要得呢？还要个很长的个耙耙，就搂，就勾了以后吐，把这个泥巴慢慢吐下去再勾上来，人不都不敢下去。就是即使你不能干水的塘，它就长这个。
这个土名叫水耗子，但是这个对这个那个淋巴结核特别好的用，哎，专门治淋巴结核。狗藤就是这个金狗藤啊，这把看到没？那个狗藤就是这个狗狗，你看这有这个狗才叫狗藤。一般的药就是一般的这几下专要这个根的狗，但是我们用的时候可以用根，哎，根有根的作用，这个狗有狗的作用。这个他们药是那个上面讲的这个生筋草，就是这个它的比如如果风湿方面的那离不开配这个舒生筋草，它舒筋草它都把这个药引到各个部位，哎，所以叫生筋草，它生筋草也叫生筋草，哎，所以说一般的风湿啊，这个腰腿疼痛，它离不开这个各种，你必须把这个经络疏通，哎，引这个药到各部，它才能好得了。所以这个叫药名，就叫生筋草。还有这个，你们我要是还有这个海金沙。海金沙这个普通的海金沙，普通海金沙呢，这个一吃它真的起到利尿作用，但是排尿作用，但是真正的海金沙，它海金沙粉就是它上面有一种这个装的这个搞成秘密了，红的秘密了，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其实必须要这个海金沙粉，哎，那个打湿就那个，那这个呢就是药的利尿作用，只能是这样。但是呢，不止光利尿，它这个筋啊，这个藤啊，它也有撑筋作用，就是像这个一样有撑筋作用。比如筋有些开刀了、缩短了，哎，它还配了几样药还可以。配了几样药以后，就比如你开到个筋了啊，在三里之内它不能撑开，它可以吃这个可以包的药，它就三里它就可以活动，可以把它撑开了，哎，这个如会用的时候，每一样药会用的时候那神得不得了，你不会用这个草，会用就是这个药啊。有三个，一个第一叫罗医生，第二个那个就是那就最厉害了，他是整个开的最有名国门当最有名的巫师的徒弟，就是说你跟他学40多年不结婚，哎，跟他师父啊，他师父是个和尚，就是和尚就是传到我们启东来了嘛，可能就是过去犯什么错误传到我们启东来了以后，听说那个师傅在开里有好多人进，他功夫不得了，就是一米的钢器打到地下的还剩下一点，他的两只手一二三，就啪就出来了，而且他们亲自看，他就是这个师傅。就是那个许子啊，国家许子的晒许的，把它举了以后，水你捆好的刀捆好了，你还一二三，噗的家伙，就像个炮筒一样在那边。还有他那个师傅还有一招，我见农村的经常有人做鬼，知道吗？到山上去，到外头去搞鬼，哎，就杀猪杀羊啊。那些搞鬼杀牛啊，些就是搞鬼。好呢，
他是微微的开刀就问他徒弟，哎，你想不想吃？你饿了没？想不想吃啊？你想吃啊？想吃，过去都是拿个布袋那里捆在身上，哦，一有一个布袋的就不踩在头上了。他把那个一踩下来，这么跪你十年，好，就到他们住家的锅头，听说人家在远远的看，他拿个票，挖房屋到里面，然后但是啊，就是看像一个老鼠一样，张起嘴巴，哎，一票挖房，你刚刚。他就变成个老鼠，就回到他啊那个米去了，那个那里吃，啊，那是他们亲自看过，啊，他经常到那地，你，哎，你只要想吃，他这个师傅过去，这个师傅叫，在我们地方还叫铁罗汉，他们还叫名字叫铁罗汉。这以后呢，我就是听得太厉害了，我就不记他了，做的事啊，就是他的徒弟噻。他徒弟一直跟他学迷了40多年，没结婚，专门跟他这个师傅啊，这个铁罗汉那个专门教武，专门在外面教武，常年在外面教武，一直教到都匀那边去。这样以后没事，他们两个他没收钱，又回他回家了，亲自他跟我讲了，我就跟他学，他跟我讲我回家了，我老子气得不得了，老子这他妈你这个不成才，老子是把你宰了算了。啊，老子过去都是啊大麻刀，你是有那么长哦，大麻刀。后来啊，趁啊老子要趁他不注意，啊老子叫大麻刀来一刀开去，他来不及了，这还装什么？帮那家伙都装了鼻兜了嘛，这个过去就是木箱的鼻兜了嘛。他老子一刀开了，一嘣的撞到个鼻头啊，鼻头破出去啊！好，他这个昆的这个断了三期，啊，刀开断三期，差滴滴，这脑壳。你看到那天我们站头个，他们摸了观音草就站在这点，你看到没？就是啊，观音草长过那个呢，是吧？这点都站在这点，啊，就是啊头，我们看老子的，我拿过来长过呢。哎，是这样，这个叫蒲公英啦，这个叫蒲公英啊，啊，这个观音草，嗯，你看这个都有好几种，你看，这种都是吹气草，就是小了你们认不出来，还有这种叫马蹄金，这个一种细细的，细细子，嗯。还有这个，这里还有一种好药，这种药好得很了。啊，这个叫西鸡草，这个对于风湿、类风湿特别好，哦，降压特别好，降血压特别好。哎，这颗药我用过太多了，而且这个是相当好的，比起开花这的事情，像这种。才能用，要干老了就没得了，还没开这个花，那效力也不好。它起草的根，它的根又叫小血藤，它的根，那泡酒起来的话，啊，红咚咚的像血一样，它的根红的像血一样。那么它的根起到它这个起到什么作用？特别是舒筋活血特别好。哎，对于这个经络不通啊，舒筋活血特别好。而一个它这个它的根，你比如开上哪一点这个筋啊，开到筋了，这个锁了，这个手撑不来，在3年以内，那它这个起草根就过来包，它就能够恢复，3年以后就恢复不了。哎，但起草根啊，起到很大好多作用，就是抵达身上，我那个陪他以后的胸襟活血，知道吧？哎，活血，他还有补血的作用，这个还要补血自己的补血作用。那么这个以后，比如你这个肾结石了，你可以配起草根，
哎，这石头打得更快，知道吗？哎，石头口打得更快，所以这个起草，这个药效特别好，啊，药效很好。再一个还有一点，你们只要记住了，不如如这个脚发痒，脚趾趾这啊啊这脚趾趾的现在发痒，就是那个以后你可以拿起吹来，泡的水，来泡脚，也能治得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药啊，它起不是，而且这个是哪呢？这个起草过去哈，那些农民过去科学不发达的时候种地以后呢，就长那些长那些虫那些，就是在秧里的长的虫那些，因为它起草的有一个小吃，它拿车子刮来刮那个秧苗，所以才没有虫，刮到秧苗的虫臭。过去它科学不发达，没得杀虫药，他只能用这个办法，因为你摸开这个小刺刺很刮人，很摸有刺刺，看到没？哎，到处有些小小的刺刺，哦，对了吧？哎，拿这个去刮这个秧苗，弄个刮过去，就把虫子刮走。哎，而且来说这个是那个水牛大家最喜欢吃。哎，水牛，那喂水牛这个好得不得了。这不是有刺吗？啊，有刺的，那个水牛最喜欢吃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拿这个水牛一喂啊，那这一闻它马上吃。哎，这个可能就是它像我们的人什么觉得肉一样，它只是很喜欢。你不要怕吃药，哎，你吃药，一个人经常吃药，他这人你没有病也好，经常泡药来吃，这对这个身体啊的保护很好。你吃了以后可以防其他的病，哎，它起到这个作用。如果从来不吃药的人，突然一生病，那就很危险，哎，经常吃药。他都有抗病的能力，知道吧？哎，没事的时候，你比如像这种叶，你可以拿去泡茶，经常喝，哎，都可以，只要不是毒的，你吃都有好处。以后我和他家这个提罗海的。干儿子，因为提罗汉这个人呢，没得生育，他学这一招也没生育，他从哪里逃了这的人也不知道，反正是个和尚。这样以后呢，就是哪呢，在那个牌楼呢，住了一对父母，因为老公死去了，还有个崽，他就是些牌楼这的，跟这个老太，给大家落脚了。年到两种没结婚，他会长生了嘛？老太子有个崽，他就跟老太他们成家，又多了那家。我以后呢，他这个，这个干儿子一直岁很小，因为他父母亲可能那个崽可能就只有一两岁，好，这个提罗汉就去落脚他家了。好，这样以后呢，一直引他再长大，长大以后。解放来了以后就做老干，这意思就轻了，就说你要老子是个什么牛鬼蛇神啊，是过去都搞成这种了，而以后就是把他的儿子搞成老干，就抓起老干来，就是老干。他自然没做老干，他老了嘛，那个提罗汉他就是还没解放来了嘛，他都解放初期来他都死刑了嘛。哦，然后他死刑了以后，他崽就遭了，就抓到崽里打来提了嘛，这个意思。而这以后他把这扎进老干，他崽还叫什么呢？叫做李法云，名字叫李法云。
只要有个老干远在老干在看你啊，看你老干对，反正就是说个小偷啊些，他们要两个鱼塘啊，人家经常见的鱼塘偷鱼。好呢，还这个立法与这个接受，每个老干头，哎，每个老干头也是很有名的好几个。我尤其找这个立法的他这个债。啊，以后呢，老干后头又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呢，在雷山，啊，雷山酒厂的旁边，那油麻寨啊，打一个小披萨，谁也不知道他身份，啊，那个油麻寨打了个小披萨，一个小门进去，他一个人在里头，人家介绍以后我就直接找了，我找他以后，我一直对他很好以后，我就经常去和他。睡一个铺，睡一个，走一个床铺，没得什么，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啊，席子，就是啊，竹子边那个席子，没得叫第一个东西的，啊，空凉凉的，是这样，冬天也是这样，我经常也和他睡，我那个睡在一起。你到和四五点钟，醒来摸不着他，你在摸不着了。哎，这个天亮了要睡着，咦，看老家伙，呀，这边，也这边睡觉，哎，你等到三四点钟，摸不到他，找不到他。他给我摆，他是的土地，起步在重江、甬江一带，周围，开里和内山周围不交，没有土地，我就现在一辈子我后悔。我应把他的土地记下来，我就好了。记下来以后，我可以去找他们吹下牛啊，那就好了，他老子不得了。他也晓得这种偏火潮湿是止血，对我的样子，一个是止血，是他讲这个一出血原因很多，他这个要么就是一个是止血，一个是清清热吧，那就是这样子。好、哦、你家药店，你家啊摆的药店啊，就是在这放药多多的药店，你不要在这买啊，我告诉你，你家我要的那只要当天一次啊，只要我给你洗一百颗，你不要一百颗，你就要八，要八煮水吃，懂吗？买海里，买海里，哎。你这要这把，你就要把来煮水吃。那这个五黄粉，拿来管家阿彤彤，就是我买的阿彤彤啊，你就啊粉是细细的，像灰米一样，知道吧？啊粉要灰米要黄黄的，你就拿这一头，咬滴滴的，好就对症了，它一切里头。哎，对，你提吹一次就走过去啊，他就好了。要不要吹好多次？你只吹过两次，好点吗？药水没用，我都告诉你要这个，你要那么多都搞那样，你光用这，我给你看的这样，你不信就算了。哦，你拿药店去买，你那个这都花钱少得很，这个才几块钱，这两样药才几块钱。是在哪个诊所？有钱没得？我要诊所。我在奇怪治病的哦，奇怪国爹都发微信了，非得找药，人家不找治病的。我跟你讲实话，你不要听人家给你吹，我给你上当，是吧？谢谢啊。你信你多钱的买去，你不信。一天吃几次？你这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啊，喂水。喂水的喝啊，哎，你喝就行了。那好嘞，哎，谢谢。哎，你不要听，这持续的药，这个多得不得了，懂不懂？多得不得了。但是呢，他在吃哪样的血，
没有，是哪里的血？有些植物的血、皮肤上的血，啊，各种的血的不一样，懂了？哎，从上面，哎，对，从下面出来，对。啊，你到这按个药店的地了，你说我要这两样药，我都送给你了。这两样药可能你超不了十块钱啊。你哦，你挂在社会上，这个乱跟你讲的，啊，你都。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好多，我跟你讲，这个学物理、学药的。学地理，学地理，我的学的地理，我的师傅叫做这个徐超贵，而且土地啊是哪地的，是哪人养，我的仅仅是说，啊不是要吹牛啊，我，你想你跟哪个学，你最起码你也知道你也得啊个噻，啊，所以说有好多现在。都是吹牛的，根本上就没要输了学，根本没得那个就真的学生。那么你想学药呢？啊，真正的我的师傅就带我叫登山滴血，就我到山上去。这个石山，他就跟你讲，石山它的血滴在哪一地？土山的血滴应该在哪一地？而且登山上去一看，远远再看。哎，这山形往哪走？哎，地形在哪个地方去？你说哦，也不像找鸟窝一样，你自己乱找啊，你乱找能找得到啊？哎，所以没有这必要学药也好，怎么我经常跟他们讲，那学药当然是这也没得师傅，有些他都教不到的。你只要翻书啊，他只能是这个治哪病，这个治哪病，但是还有一点，这个药应该要根吗？还是要医吗？还是要皮吗？在什么时候要拉的才管用吗？最起码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知识。那么好的东西没得人要，对不对？